开窗。开！你不能开呀、啊，看了你就得拿这张。我都没看清呢，怎么能算？不会吧？没想到你运气还挺好的呢，倒霉了。那就这个吧。哎，双手，接下来就来揭晓第一个食材啦，是乖乖你最喜欢吃的。真的？瞅瞅，巧克力。我这没有手怎么吃啊？当然是直接拿嘴啃喽。难不成你还想让导演喂你吗？这个提议不错啊。不可能，你要开始享受我的最爱了。赶紧啃啊！不啃。啊！啃不着吧这个？你倒是咬啊你！你咬着了吗？可以了，我是智者。把自己都给吃笑了是吧？巧克力好甜的，你都给他巧克力挑化了，有那么夸张吗？是吧？我靠，妈一嘴黑着。妈一嘴黑着。第二轮，这个我先来冲。看不见啊，看不见。哎，那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好，我已经知道要选哪一张了。这张。还剩两张，你来选。上次我选上面一张就被坑了，这次我放聪明点，把底下那张。倒数三二一，我们一起揭开。3、2、1。不是吧？为什么呀？还不是你运气好嘛。接下来就让我来看一看咱们这轮的美食是什么呢？哦，你不能用手，那就让我来帮你开一下吧。我选不到香味了，好香啊！今天导演准备的都是我爱吃的，可以自如地使用自己的双手，真的是非常快乐。大辣椒我来了，这么大一块，我嘴怎么能吃得下呢？当然是要用我的双手给它来撕开，然后再折起来。哇，太值当了。那个我没有手，能不能喂我吃啊？当然不能了，自己没嘴啊。哼，关键这个辣片我是真吃不了，我这咋撕呀我？哎，嗯，哦，还是可以啊。嗯，我卡住了，你动了一个腿呀、啊嗯？那不行，我的双手是凭我自己运气抽到的。我可冷了，我卡住了。啊，你干嘛？真的好吃、啊，怎么感觉你好像又痛苦又享受啊？上来一口就能上来，吐血来了。三轮，拿来吧你。我就想呀，不可能每次都抽大叉，肯定是你从那作弊了。我这次可能我是那种人吗？说说，烦死了！爸爸，就抽你吧。这什么鬼运气啊？不可能吧？事不过三都是第三次了。运气好就是没办法。哎，让我来看看第三轮的食物是什么。噔噔，爪子！这带骨头，我没法啃呀、啊，这个。我相信你的食物，来吧，啃吧！我要用手来啃啦。我不是啃不了啊，真的是。用手啃就是方便。哎，你不是抽的一只手吗？那两只手什么意思啊？真的吗？是你啊。哇，你啃的好干净，你连骨头都给啃出来了。哎，真的，你这啃的比我用手啃的还干净啊！今晚这个饭吃的是真的累了，关键我现在没底气抽这玩意儿了，回回都是叉子。对，抽中间的。那我就抽这个的吧。3、2、1。哎！先来一把。行吧，我认命。那就请你来帮我们开启这轮的美食吧。准备好啊！哎。这个很适合你。还是我最喜欢的老酸奶哦。别用手，忘了自己啥身份呢？用嘴。我要向导演说明，把这个盘子给翻过来。别急啊，我不同意。行吧，那你翻吧。凭啥呀？还不好意思，人家就是被导演偏爱了，这样子我就更好下手啊。做不到啊！我本来就想看他丢人，结果，这奶又不香了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我不能用手吃，但我会用手打你。第五轮，这轮为了防止咱俩不小心瞄见，咱俩都得闭眼睛抽。对对对，开始。三
二一，摸不着在哪儿呢？哎，就这个。3、2、1，不玩了。说明这个东西你喜欢吃的东西呢，你确定你不玩了吗？来来来，让你的自由的双手来帮你揭开神圣的盖子。哎，哦，不，哎，yeah，这个适合用嘴，啥也不说了，直接开啃。你用什么方便？嘎崩溃。我用嘴做好快啊。浪哥，来来来，让我给大家录一个沉浸式吃薯片。由于小鱼的抗议，再加上我们激烈的商讨以及导演的建议，我们决定为了让我们两个都有机会能出道，不用手吃。我们决定每个人都要从三张卡片里抽一次，每个人都有概率会抽到，不用手。这一次我绝对运气爆棚，让我来探索一下这个中间，哎，跟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，就他了。哎，四张好牌，亮相吧你！天空是为何？什么呀？这可是你自己凭运气抽的，一点都不怪我啊！到你来抽了，我就不信你能抽中啥好牌。来吧，来看一下下。哎，不用看了，我这里面两张都是有手的。我要被我乌鸦嘴说中了。来拍盖吧。哦，瓜子儿，这个有点高难度啊。嗨，这个对我来说那是简简单单的。啊，来啃吧。感觉快要过年了。好啦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素质三连哦。我可盯着你们了。从小我妈就跟我讲，吃饭的时候可别吧唧嘴，声音太大会吵到别人的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来一个分贝挑战。如果吃东西的噪音超过60分贝，就要接受奥特曼的制裁，还有柠檬加负惩罚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来上第一道食材。今天的第一道食材是我们的传统美食辣条。不过这个光吃辣条好像是没啥挑战性的。那不如咱们来做个小小的升级，怎么样？升级？加上两袋爆辣的辣条面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呀？这的确是挺有挑战性的啊！咱全给它满上。那咱废话不多说，挑战开始。我就先来浅试一下。恭喜你，就在前2秒，你突破了60分贝。我都有点后悔了，这也太辣了吧！现在到我了，你可得注意啊，我可盯着你呢。看见没？咱连吃了3根辣条，都没有超过60分贝。不是，我就想说，它真的一点都不辣吗？不辣呀，我还说挺好吃的呢，这一点都不够我吃的。等我吃完再来继续挑战。第二个食材是桂圆杆。这桂圆有什么难的呀？这不简简单单吗？没想到居然被你顺利通关了。我就说吧，这个桂圆啊，一点难点都没有。实在是没有什么难度，那我们就来第三个食材吧。第三个食材麻辣锅巴。你还真别说，这个锅巴是真香啊。那咱们挑战开始。叮叮叮。看你挑战的这么顺利，我就知道这个锅巴肯定是没有什么难度的。来吧，直接开始吃。吃起来太简单了，不管怎么吃它都不会超过60分贝。那要不然浅浅的申请一下，咱们提高一下难度。没问题，想要提高难度就满足你们，接下来请挑战五嫂吃果冻。果冻又不是大冬脆，吃起来应该没啥声音吧。我觉得也是呀，这有啥难度呀。那这轮我先来试试。五勺吃果冻挑战成功。那现在轮到我挑战了。
就是因为我现在吃饭变得斯文了。别急，还剩最后一个食材，听说是个特别重磅的一个惊喜。惊喜？最后一轮，你们要挑战喝椰子。之前喝的椰子都别人给我开好的，这该不会我自己开吧？那这个怎么开啊？这跟你说的，其实啊，这个下面只有一个洞，我们没发现。今天我淘到了个好东西，走，让他去找我弟。小雨，小雨，看，你知道这个什么吗？啥呀？人体模型啊？这个是巧克力啊？这巧克力？你又从哪淘的巧克力啊？不能吃吗？这有个等了我一个月呢，9月5号下单，10月6号才发货的呢，刚发完货就下架了，下一批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呢。这么说，这个还怪火爆的呢。这个人体巧克力啊，它的每个部位都是用不同的食材做成的，所以啊制作起来相当复杂，当然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喽。那它的口味会不会很奇怪啊？听说有的地方是咸的，有的地方是辣的，有的地方还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味道的。啊，听你这么说，我都不太想吃了。哎，别急，虽然它有的部位啊味道很奇怪，但是听说口感好的地方，那味道叫一个绝啊！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准备了一些身体部位图，咱们今天啊就通过盲抽的方式来决定吃这个人体巧克力的哪个部位。这个挺有意思的嘛，那我先来抽。那我先来把这些牌全部给它洗一遍。好了，你可以随机抽选了。那我来感应一下。就是这个，大小肠。咦，这个大小肠看起来就不太好吃的样子，这红不拉几的，是不是辣的呀？具体是什么口味我还真不知道，你尝一口不就行了？那我尝一尝。这不是辣的呀？不是辣的，蛮好吃的。那我也来尝一点。哇，酸酸甜甜的，还有水果的味道呢。我刚去看了一下介绍，原来这个大小肠巧克力，它里面有助消化的益生菌，还有粉红水果实景，也就是说它里面真的是含有水果的。怪不得味道这么好吃呢。那我来抽了，我抽，噔噔，肺，这个肺的颜色压根是抹茶的吧？尝一下，还有点苦，还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。这个肺里面它是有薄荷精华的。不过我刚才猜的其实也没错，它里面也有抹茶粉，这两种东西加在一起，吃起来的口味就是那种清清淡淡的，一点也不腻的感觉，对吧？是。人体是有两颗肾的哟。我不垃圾的，它有点咸哎。哇，但是还好，我觉得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。我接受不了，这太难吃了。咸中带甜，苦后回甘。这个肾里啊，它有地中海产鲜海盐，还有圣安东尼奥的咖啡豆碎呢。怪不得这味道这么奇怪，吃起来还蛮回味的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接受不了的味道。我看看这个大脑。去海底捞，我可是最喜欢吃大脑花的。我怎么觉得这个脑子跟你刚刚吃的那个大肠的味道很像？原来它里面还有土耳其红宝石可可豆，听说这种红宝石可可是很珍贵的呢，怪不得吃出来的口味如此独特。肝胆，这个肝胆也是一坨黑漆漆的耶，目测呀，这个肯定非常非常非常的苦。这个是真的甜，跟我想的简直一模两样。这里面还有酥酥脆脆的东西，口感是非常的好。原来这个肝胆里面有加纳可可碎，还有黄金脆脆奶酥，这两种东西加在一起肯定很好吃啊。
臭皮。这个字不是练脾吗？不管了，先吃为敬。这个皮该不会跟你的这个肝胆是一个口味吧？嗯，我感觉里面有酥酥脆脆的东西，但是它的味道有点苦，而且细品一下，居然还有点辣。里面真的有朝天辣椒脆啊！这个脾是人体当中最容易爆裂而亡的部位，怪不得要用表面的火辣来掩饰内心的脆弱呢。刚刚我已经补了肾，这一次啊，该补个啥好呢？手。其实手和四肢的口味啊都是一样的，你就随便挑吧。那我不可能舔脚吧？我肯定要来个手啊！另一只手就我来帮你吃吧。哇，这个手厚厚不行，所以我跟你们说，勤洗手真的很重要，要不然真的咸的没法吃。怪不得吃起来咸呢，它里面是含有法国初春椰奶油的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再来个脚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为了维持人体的机能稳定，你的身体啊是需要电解质的，所以呢，你尝起来才会咸咸的哦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呀，剩下的部位已经不多了。希望我别吃到奇葩的啊！喂，这感觉有点像那个乳酸菌口味的。啊，这怎么又甜又苦啊？里面有百香果，还有扬州本地的奶油草莓。那这个味道为啥会苦呢？是我的味觉有问题吗？但还剩四张，咱俩一人两张，直接平分吧。我抽到的是脑袋和羽翼，我的是躯干跟心脏。这脑袋我已经垂涎很久了，我正好缺这八块腹肌，吃啥补啥，我干了。啊，好难吃啊！这个，我这味道还不错呀。这脑袋怎么这么难吃啊？我觉得是进水了，怪不得这么苦呢，原来是百分百无糖黑巧克力。你吃的这个八块腹肌里啊，它含有厄瓜多尔可可原浆以及活力燕麦脆脆粒。那怪不得这么好吃呢，一颗完整的胰，一颗完整的心脏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就是白巧克力，甜甜的，没有添加任何东西。哎，我这感觉有东西在我嘴里跳，哎，难道里面是跳跳糖？真的被你猜对了，它里面啊有碳酸跳跳糖，还有奶油草莓，果然是让人心动的甜呀。今天这盒人体巧克力差不多快被我俩分食完了，买它呢花了我198块钱，然后呢又等了一个月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这盒巧克力值不值得这个钱？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哦。